吃团子炖肉。今天吃的是猪肉鸡蛋馅。这个太好吃了，这个馅包子好多，油油润润的。丈母娘拿手菜里面再多加一道，姐妹们帮我记一下。一大包的馅儿，猪油。这个比肉的好吃。里边还有一个呢，
每一口都是猪油。红烧肉，肉入口就化了。天天蛋炒饭你们看腻了，今天吃白饭。哇，这个特别入味。今天这个砂锅烧的特别好吃，肥油炖出来了，来点汤，这个汤汁拌饭绝了。一点都不齁咸，
千里酥的油炸泡芙巧克力味，我炸的可好了吧，里边还是凉的，这个这块是凉的，好吃。巧克力味非常浓郁，外面酥酥脆脆的，里边凉凉的，而且里边的馅都是满的。